一品海参。一品海参是湖南的传统名菜，曾经是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潜宴请嘉宾时的常见菜肴。一品海参选用的原料有水发海参1000克、鸡肉100克、猪肉100克、火腿肉50克。油菜心100克、水发香菇50克、冬笋50克。选用的调料有精盐5克、干淀粉15克、味精2克、胡椒粉1克。鸡油15克、料酒50克、酱油20克、湿淀粉25克。另外还有葱姜各15克。一品海参在制作的时候，火腿切成粒儿，香菇切成粒儿，猪肉切成粒儿，冬笋，同样也切成粒儿。还有熟鸡肉切成粒儿，锅上火放入清水，烧滚之后放入海参，加酱油、料酒，焯水之后捞出，锅上火，加入少量的底油，倒入肉丁，先煸炒，然后倒入香菇、冬笋、鸡肉，加盐、味精、酱油、清汤，
入味后加水淀粉炒制，装盘。待晾凉。海参破口朝上，码在碗中。倒入炒好的馅料，加入葱姜，上锅蒸透。蒸透之后取出，剪出葱姜，扣在盘中心。沸水焯透菜心，盘中的汤汁滗入锅中，菜心儿围在海参的四周，锅中加清汤、料酒、盐、味精、胡椒粉烧开，用水淀粉勾芡，加香油、明油，炒亮之后倒在海参上提成。一品海参制作的关键是，上笼蒸的时间应以海参变软为准，不能太受时间的限制。它的特点是，海参软烂可口，味道醇香浓郁。